他每天都去学校。这个地方很适合放松。这是长城。我想喝茶。我常在家喝茶。他在学习中文。他在学习中文。我喜欢去海边旅行。我喜欢去海边旅行。明天是星期三。明天是星期三。你喜欢猫还是狗？你喜欢猫还是狗？我喜欢西瓜。我喜欢西瓜。我学了一年。我学了一年。我的妈妈是老师。我的妈妈是老师。我今天晚上有安排。我今天晚上有安排。你喜欢去哪里度假？你喜欢去哪里度假？你吃辣的吗？你吃辣的吗？我常去体育馆运动。我常去体育馆运动。我有三个包。我有三个包。你今天有空吗？你今天有空吗？你喜欢旅行吗？你喜欢旅行吗？你有几件衬衫？你有几件衬衫？我有很多朋友。
我有很多朋友。请小声一点。请小声一点。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？请问这是多少钱？请问这是多少钱？你想吃午饭吗？你想吃午饭吗？那是谁？那是谁？这是我的学生证。这是我的学生证。我在玩手机。我在玩手机。你们有电梯吗？你们有电梯吗？你的朋友在哪个城市？你的朋友在哪个城市？请给我一瓶可乐。请给我一瓶可乐。我们要去学校。我们要去学校。我们周末去购物。我们周末去购物。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我们可以走了吗？你会开车吗？你会开车吗？你有几条裙子？你有几条裙子？他是个好老师。他是个好老师。你喜欢什么颜色的手机？你喜欢什么颜色的手机？你喜欢吃辣的吗？你喜欢吃辣的吗？他每年都去旅游。他每年都去旅游。你有几支笔？你有几支笔？
你周末喜欢做什么？你周末喜欢做什么？我要去医院。我要去医院。你今天忙吗？你今天忙吗？你周末做什么？你周末做什么？你常去哪里喝茶？你常去哪里喝茶？我有两副眼镜。我有两副眼镜。我们常去看电影。我们常去看电影。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我喜欢黑色的鞋。我喜欢黑色的鞋。我喜欢大房子。我喜欢大房子。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我们在读杂志。我们在读杂志。我有两把伞。我有两把伞。我们打算去公园。我们打算去公园。你有地图吗？你有地图吗？你常去哪儿散步？你常去哪儿散步？我喜欢喝鸡汤。我喜欢喝鸡汤。我常去商场购物。我常去商场购物。我有一个手机。我有一个手机。这是我的手表。这是我的手表。你有几条裤子？
你有几条裤子？你想去哪里旅行？你想去哪里旅行？我的家在城市。我的家在城市。你有照片吗？你有照片吗？他很聪明。他很聪明。我不会修车。我不会修车。我们家有一辆汽车。我们家有一辆汽车。我很累了。我很累了。我喜欢玫瑰花。我喜欢玫瑰花。你能帮助我吗？你能帮助我吗？我的房间没有电视。我的房间没有电视。我喜欢吃巧克力。我喜欢吃巧克力。不是很有名。不是很有名。你的书包在哪里？你的书包在哪里？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？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？你可以做到的。你可以做到的。我经常看小说。我经常看小说。我要去度假。我要去度假。我要去超市。我要去超市。我有两本词典。我有两本词典。我要去开派对。我要去开派对。
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我们要去游乐园玩。我们要去游乐园玩。我的家乡在上海。我的家乡在上海。我喜欢百合花。我喜欢百合花。他的爸爸是画家。他的爸爸是画家。他们每个月都去旅行。他们每个月都去旅行。冷静点。冷静点。你今天有课吗？你今天有课吗？我不常看电视。我不常看电视。我每天锻炼一个小时。我每天锻炼一个小时。这是我的自行车。这是我的自行车。你常去哪儿旅行？你常去哪儿旅行？我的生日是12月2号。我的生日是12月2号。你常去超市吗？你常去超市吗？我有4条裤子。我有4条裤子。你喜欢看书吗？你喜欢看书吗？我要去医生那里。我要去医生那里。你每天做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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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